法做地长，这就三亿。你现在就加一条地基路，三条地基路，咱后三车的地基路西边呢，后摆有啥物人要去开车过？你即卖分啊，按算一工十班还是十外班？这样来讲，变做剩四班。我问你个，一工四班，开二十九点八日，二十九点五日，一工才四班。你伫个个高铁边啊，做一个站，有效益无？我问你个高铁是安尼拆台铁是安尼不倒？政府钱是安尼开掉个？交通部长来，我来讲几遍，有当下歹话我讲，来去提起来，起来去。知道现在高铁哈是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个交通工具，可是在全国啊，就是从南到北啊，目前啊就是剩下虎尾站跟我们田中这个彰化站，就是在田中这个高铁站哦，是台铁跟高铁没有共构的了哈。那目前已经完成的有新竹的六家跟台南的沙仑站，他们也是类似的方式哈，就是他们没有共构，可是已经用支线的方式。完成衔接了哈、哦，那我们目前田中支线这个就是要衔接高铁站跟田中的火车站，这个高铁的这个田中支线哈、哦，目前已经完成综合规划，已经经过核定，目前进入细部计划的一个阶段。那这个整个过程，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哈、哦，我们到地方的交通考察，针对地方的一个建议跟声音，我们都有请。感谢我们陈先生的一个提问了哈。首先说先生，这个重大的一个建设，如果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衡量，我想真侪重大建设都无法得做啊哈。因为交通就是要提供人民的便利，交通便利的一个需求。好，当然会不会带动其他的效益？好，这个就是要看之后的一个营运，好，跟当地条件的一个提升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努力的了哈。好，阿丽玲，我相对相对来。马俊南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对视了哈。哦，我对视卖对打啊。哦副科长会讲的啦，哈，啊，我问你，你会拆很多房子，是拆了谁的房子啊？我们田中火车站是拆了后面谁的房子啊？哦，我们来请田中会长当好听，当然咱已经讲了讲未完啦，哈，你要哪讲我无法度你来回答。田中会长当有去拆了后面对无？再来一点，你那伫荷花啊，伫这附近啦，做一个车，大家拢也未去，咱的朋友地都地。要被逼，我你现在不做，以后搬到去了就被逼了，搬去了就，哎呀，对，当做。